这次钱家兄弟一定会烧成头子鸡的。哎，少爷，你来了。哎呦，小心点。是是。少爷，准备好了？好了。钱家兄弟一到，就先用火箭炮对付他。嗯。我吹第一声信号。 就放第一排炮，我吹第二声信号，就放第二排炮。我不停的吹，你们就不停的放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好，各就各位。是。等等，怎么下来了？大哥，还是你坐我台？不可以，我哪有那么好的命呢？哎，哪有大哥抬小弟的呢？来来来，坐。不行啊，老爸知道了会骂我的。 哎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老爸就不知道了吧？来坐吧。哎，我知道啊。嗯，哎，阿福啊，今天算你走运啊。上去。哎呦，哎，少爷，本少爷给你个坐轿的机会。弟弟，你不坐，我也不坐，只好便宜阿福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走。哎哎哎，我家三代抬轿。 想不到今天有人抬我，真是舒服透了。哎，你幸好没有。哎，我这辈子注定是要抬轿子的。小杂种，现在看你是不是全身肿。嗨。 哎呀！好啊！哎呀！哎！吞下去！啊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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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他妈的臭东西，都是你的错！你，哎呀，我全身都花，哎呦，我屁股开花，哎呦。